它会。哇，你看它的料，超多的。好酷哎！哦。You said let's jump on the bus and take a ride downtown.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, but can you help me first to get these boxes down?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好啦，我们刚刚吃完了，什么牛肉面，然后现在要去市区的时候，然后想要吃一些甜点，然后后来刚才网络上有看到这边有一个，后来网络上我看到人家讲都说它的甜点是 CP 值超高，而且它有内用区。看到试吃，你就在那边跑，看一下有什么。买综合布丁好了，综合布丁它有原味、芋泥、紫米都有。欸，这个泡芙蛋糕看起来不错，芋泥耶，它是芋泥的，芋泥的感觉很屌。欸，是咸的，还有火腿什么起司火腿卷，对，外面是蛋糕体，里面是放起司跟那个火腿，蛮厉害的。买一个卤肉汤。有内用真的超方便的，有冷气吹，哇哇哇，好凉好凉，好爽！哇，我们点太多了，超多的，带回去吃，哇，好爽哦！这样子一个才15块，便宜啊！欸，超大的欸。We have the whole day now just to ourselves, so we can clean the house or clear out some shelves. You said whichever you feel. 看，超大的，简直是比我的脸还要大的。我要吃巧克力。啊哈。你看外面好脆，我这样挑，你听到吗？有，锵锵。哦，听到声音。哦。啊，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好酷哎！好吃哎，不过它会。哇，你看它的料，超多的。这样15块，它不会亏本吧？哎，好吃哎！但它里面是巧克力味，是香淡淡的香，但是它的主要是比较像那个卡士达的那种味道。它里面的酱是有点冰冰的，所以吃起来是很清爽。对，吸巧克力吗？对啊，超多了。看吸的声音的，哎呦，它的酱多到让吸。他说不是香草，我刚问老板说是卡士达，所以现在又夏天，里面刚好冰冰的，有点像那个冰淇淋，但是格格的呢。来，再听一个。哦，嗯，不温不暖。哎，我比较喜欢。不会腻吗？对，不会腻。你看又要吸了。哦，这是，它酱超多的，你看。馅料。对，它不会很甜。它其实甜味没有到很明显，但是你吃起来是很清爽的。It's a leap of faith, a step away from the comfort zone. 这个卤肉烧。哦，卤肉烧。他说这个老板说这是礼拜五六日他才有，嗯，对，平日来好像没有。How far do you think you can run? Standing on your knees. It's a
卤肉味很重，很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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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cheesecake， 哇，超浓的耶！哇，这个肥死，真是好肥死，真的肥死。哦，还肚子。It's a beautiful world out there. Just don't pass on the day. If you have the 真的是幸好我们提早进来，一下就满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变成布丁综合的。没有，这不是这个，这是芋泥的。不过这看起来像是上面有一层那个什么，好像是牛奶之类的，然后中间是芋泥，下面是布丁。哎，奶酪加芋泥加布丁。哎，有可能。Yeah! 我是北七，真是的，每次都要学一下，就是奶酪，哦，奶酪，你看它芋泥好扎实哦，有，看到了，也看到很扎实，哇，你没有一口吞下去，哦，好浓哦，你说奶酪浓，芋泥超浓。我要吃啊！把芋泥都吃了。没有啊，旁边还有啦。吃。芋泥超浓的，真的超级浓的。刚刚我又发现到有了这个，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吃的。就小时候那个味道，就外面上面那一层是脆脆的那种柠檬巧克力。意外的好吃，我们现在我要买外带回去给我朋友吃。那三天都是正常，好，三天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完啦，意外发现的一个甜点的一个名店，蛮好吃的，而且主要是我觉得它很适合那个假日的时候那种爸爸妈妈，它旁边有一个小叮当园区。所以你假日那种开车来有停车场，然后小朋友又可以在里面，就是有免费的咖啡，又可以吹冷气。我觉得在这边吃甜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地址的部分我就放在影片的这边，好，影片放在影片这边。你们有希望的喜欢来的话，可以自己来看哦。